珠啊、块啊，这个玉石啊，啊，这高级的地锈混珠，拢相信伊。啊，那么伊对这个人啊，对信徒、对大众宣称啊，讲伊啊已经证到阿罗汉果。啊，所以大家哇，对伊真信用啊，啊，真崇拜啊。结果到呢，临命终的时阵呢，破病。而且呢，变了极大。这个时阵啊，伊忏悔了，啊，知影家己呢唔对，啊，伊呢打妄语啊，啊，伊无证到阿罗汉果啊，伊讲伊证到阿罗汉果，啊，所以到临命终的时阵呢，这业障现前啊，破病，所以伊赶紧啊，真正忏悔哦，伫这个报纸。刊登这个公告，向大众忏悔，讲啊，伊过去宣称伊证阿罗汉果啊是骗人的，伊根本无证到阿罗汉果，啊，所以这也无简单嘞，啊，这是真忏悔哦，啊，那一般人拢唔敢咧做，伊敢咧，啊，过去虽然呐、啊、做这个罪业，但是伊真正咧真心来忏悔。伫报纸刊登啊，啊，承认伊的过失，啊，最后呢，伊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所以往生的时候呢，瑞相还不错，念佛往生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讲呢，虽然呢，伊做了这尼啊重的罪，啊，担这个妄语，啊，可是呢，临命终前呢，伊也该当忏悔啊，啊。来求往生，那是让往生啊！所以这是一个啊，真好的例，让咱了解啊，什么叫做大妄语啊？这就是大妄语啊，无证果，讲家己证果了。那么只有这个不饮酒这条啊，这条呢，嘛是真容易受持。尤其咱平常时哈，咱大部分的同乡无爱饮烧酒啊。但是有时阵呢，虽然咱家己无爱饮酒，但是伫一个某一种的这个场合的时阵啊，应酬的当中啊，可能爱饮酒，特别是咱在家的同乡啊，咱在应酬的时阵要安怎？也当啉，但是有一个原则哦，袂使啉烧酒、啉酒醉，所以通常啊，一杯，哈、哦，袂使啉一杯，超过一杯都袂使啊。所以你家己知影家己的酒量，啊，袂使超过这个酒量，这是会使。甚至袂使呢，利用这个机会，加啉几杯啊，啊，这就犯戒啊。这是讲呢，咱有正当的应酬，啊，你也当安尼做，这无犯罪，啊，而且呢，不但你安尼做无犯戒哦，你也跟人度真侪人，啊，如果你一个开始学会讲啊，我跟他食素食，袂使啉烧酒啊，啊，一切宴会我拢无要参加，甚至呢，参加的时阵呐、啊，我啥物都袂使食，啊，那人看你嘛，哎，这人怪怪。太好困了，我看人那变个怪怪啊，所以人人啊，这个好困的这念头啊，拢好你呢断掉啊。这好困了会变成安呢，我袂使好啊。好了困呢，你看所有享受拢无啊，拢袂使啊。所以一个开头啊，好人啊对这个好困啊畏惧吓退啊，人唔敢好困啊，唔敢接近佛法，这是真大的错误。所以这里面有开眼，尤其是菩萨道，所以菩萨就是呢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啊生欢喜心，这叫做菩萨。那么下面叫做令众生生欢喜心呢？你必定爱行顺众生啊，随喜功德啊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立众，
跟大众相处生活的时阵啊，有相处的方法。咱家己清修，比如讲我家己的闭啊关门，家己修家己静修，这家己有家己的修行的方式。可是你跟大众做会时呢，你方式不同款，做法嘛不同款啊。比如讲呢，咱给那个假寿星。咱家己呢，伫厝内食素食。如果今仔日咱家庭内面啊，咱家庭的囝儿啊、妻子啊，或者是爸母啊，啊，伊无食素食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参照这种啊，爱随缘啊，随缘学什么呢？学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吃肉边菜啊，啊，所以吃肉边菜，这是真好啊。啊，这没有犯戒啊！啊，所以如果你要坚持讲，我一定要吃素食啊。结果呢，每一顿吃饭的时候呢，人家特别带你呢煮这素食，你会增加人的麻烦，让人诶无欢喜，安尼唔对啊。尤其有一些为人吼吃素食哦，拢爱创较足清气啊，拢袂使呢沾着这个肉，沾着什么物件，这个。荤腥，哦，啊，这就头痛，真麻烦啊！啊，厝人啊，为着这个哈，哎，感咱的感情啊，拢唔好啊，怕歹感情，啊，甚至呢，人对咱的护法啊，会讨厌，啊，所以变成啊，障碍了护法的弘扬，啊，其实呢，合佛呢是讲道理的，啊，一定是合法、合理、合人情的。如果那是无通人情、无讲道理啊，这不是佛法啦。所以学佛是呢，愈学愈方便啊，给咱带来这个愈幸福啊、愈美满啊，不是让咱增加麻烦的啊。啊，尤其呢，参像咱这所在讲的，咱这八关斋戒里面呢，有一条叫做不非实时。啊，这个不非实时是下面给起恶。就是贵中不信。那么参详哦，这个欺恶贵中不信呢？贵起南师傅净空上林，迄个时阵呢，伊对这大乘的这个佛理啊，也无个真通达的时阵，啊，咁一般人同款，拢是死伫这个戒律之中，啊，所以主人呢，哎，欺恶爱真清净，啊，贵中袂使食。后来呢，去台中呢，向这个李炳南老技师学这个经教的时阵，啊，有一天暗时啊，有一个同修邀请了李炳南老技师吃暗顿，啊，那么咱师父呢是起斋啊，啊，就是咱这个所在讲的贵中不息的，啊，起八关斋戒，啊，李老师呢？嘛是七八关斋戒，而且李老师是立中一息咯，就刚食一顿尔。那当然暗时伊就无食。可是人今仔日呢，请这个李老师食暗顿啊，给李老师呢，请咱师父呢做伙去。去跟咱师父呢讲啊，我七八关斋戒啊，袂使去啊。袂使食暗顿啊！这李老师就来讲啊，讲人个请人诶，这个人客啊，是一番的心意啊。这动手有恭敬心嘛，啊，今仔日你若无去，心内啊，伊就真艰苦啊。啊，感觉讲呢，这么大牌啊，我请你吃个饭呢，啊，都不肯，啊，价值很大。看不起人，所以会让人啊对佛法的退心啊。所以这李老师讲啊，你若参求安尼吼，这叫做修性改啊。你家己修家己会使啦，但是要跟大众啊斗阵哦，无法度，度众生很难啊。所以呢，后来咱师父就对李老师啊去吃这个
一顿暗顿。所以李老师安尼做，有破戒无？无破戒啊，那么是七戒啊，七戒清净啊。啊，虽然讲呢，伊是七八关斋戒，立中一息。啊，那么李老师食甲足欢喜啊，迄主人啊，看着嘛非常欢喜啊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啊，为了要帮助众生，要度众生啊，这有开恩啊。啊，所以是什么呢？人请咱吃饭，内底呢就是要请教佛法啦。迄不是真正要吃饭啦，迄是要学佛啊，要请教佛法，要问问题啊。所以你吃这顿饭啊，功德无量。你会当引导人来学佛啦，来修行啊。虽然是了解这个道理了，啊，虽然一起不管斋戒，一起饿啊，暗时若有人请伊食饭啊，后来呢，伊就欢欢喜喜去食。这道理通了后啊，你就知变哪做啊。所以呢，这个、请人客人啊，直接欢喜啊。尤其咱今摆咱师父暗时拢无食。可是真正若是有人请伊食饭呢，伊嘛是会去，嘛是会食、啊、所以这是呢个人啊修行的时阵啊，你要求跟立众、跟大众做伙无同款啊，这点呢咱来了解啊。但是如果你也讲呢，哦，我真正想要食一顿啊，腹肚会枵，想要食一顿啊，啊，啊，但是佫袂使去食，食会犯戒啊，啊，你就请讲，哎、欸，你请我一下，请我。这就犯戒了、啊、所以要知道说呢，这个精神在哪里、啊、所以这不是破斋、啊、这是行顺众生随喜功德、啊、所以对外面要行顺，行顺众生随喜功德，对我们家里的人呢也是要修行顺众生随喜功德、啊啊、所以行顺呢，行顺呢，永远行顺众生啊，时常行顺众生啊。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开家启欢啊，参照饮酒这个事情，过去十几年前啊，咱陪咱师父净空上人啊，去这个中国大陆，在这个北京啊，那么咱住在这个首都饭店，首都饭店刚好呢，咱师父坐电梯的时候去拄到一个同修。这个同修呢是别美国啊，住伫华盛顿啊，就这个同修。结果是坐电梯的时候去拄着啊，那么拄着师傅呢真欢喜啊，啊，法师你也伫这个所在啊，啊，这拄好，真姻缘真好去拄着。那师傅就问讲啊，你家伫遮？伊讲今仔日吼，阮后生啊结婚啦，这个婚礼是这个饭店举行啊，我啊师傅啊拄拄啊好啊，你也嘛伫遮。安尼，今仔日吼，你我来邀请你哦，来做这个婚礼的证婚人啊，证婚人啊，啊、哦，那师父讲啊，你证婚人不是早就安排啊？伊讲是啦，已经有安排啊，有一个啊，这个官员啊，真大这官员做这证婚人，但是不要紧啊，师父你也来做证婚人啊，一生一熟嘛，两个来做证婚人呐、啊，啊，也真这个难得啊，邀请。啊，咱师父就参加啊。那么这个机会真难得，因为这个女方呢是一个日本人啊，新娘是日本人啊，而且呢这是啊一个真大的家族啊，所以双方啊拢有真大真好的背景啊，所以在场的啊参加婚礼有这个外交官啊，有这个企业界啊，这人士还有真多这个高干啊，这官员。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啊，咱师父嘛，啊，利用这个机会啊，人迄这个食饭的时阵啊，有敬酒啊，咱师父嘛来敬酒，啊，啉了一杯酒，啊，喝一杯酒，啊，然后呢，做起来开示啊，证婚人要讲话嘛，他就利用这个机会讲了佛法开示，啊，那么开示了后呢，啊，这些在场的人啊，真难得啊，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听了佛法。
结果后来呢，有人传声啦，传这风声出来，讲啊，讲净空法师破戒，净空法师啉烧酒破戒。啊，这代志呢，啊，咱师听到了就笑笑啊，伊讲吼，啊，其实这种事啊，啊，为众生啊，为众生啊，这无破戒啊，啊，咱啊爱怎样啊？因为啊，这个机会难得啊。啊，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啊，你也想看嘛？这人哪里有机会当听到佛法呢？啊，所以饮这杯酒，那功德无量呢。哦，度真侪众生啊，互人了解什么叫做真正佛法。啊，对佛法有这个正确的认识。啊，所以饮这杯酒算什么呢？哦，要度偌侪众生呢？啊，所以要知影这内底的道理啊。啊，所以学佛哦、啊。爱了解开家起源啊，你学佛的真快哦，真自在，而且呢，处处都能度众生。所以佛法的修法呢，就是修正觉、正念、正行啊，这就是佛法啊。甚至讲呢，佛法修法的中心啊，无非就是要破除咱的执着利益啊。啊，所以世间法执着是错误。今天对佛法的执着也是错误的啊，所以弃执着啊，咱才能达到啊，觉离不灭啊，心才能正而不暇啊，心才能啊清净而不染啊，所以咱今天去修戒论啦，嘛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吧啊，修定嘛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。甚至修智慧嘛是要达到觉正净啊，但是呢，这个觉正净的这个功夫啊，有深浅无同款，境界有关下无同。那么不管安那修啊，这拢是佛法修学的总功力啊。所以五戒呢，就是起步啊，真重要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呢。啊，这个饮酒戒内底不饮酒内底哈，也个一种就是呢，这个酒，那是呢做药啊，迄用的时阵啊，都无禁止。啊，特别是这个中药内底，啊，因为有真侪药啊，啊，爱靠酒呢来配，啊，用酒来做药引子，啊，安尼这个药啊才会起作用，啊，所以常常这呢无犯戒，啊，甚至呢，这个主菜内底呢。啊，用这个酒呢做调味，啊，做料酒，这嘛无犯戒，啊，所以唔通看到这条，哎呀，不饮酒，哦，我什么滴酒不沾，啊，安尼感觉讲生活就无方便啦，啊，其实也是非常方便，啊，甚至咱伫这个也再有向诸位讲过，啊，除了这个不。杀生不吃肉啊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心啊啊，吃肉啊，这肉就是心啊。那么要个什么荤啊？所以佛法讲呢，不吃啊荤腥啊，荤呢，那是一种菜，那不是肉啊，肉是腥啊。那么这个菜呢，叫做荤菜啊，荤菜呢有五种啊，像像咱讲的啊，葱蒜呐、啊。啊，大蒜、小蒜呐、啊，啊，韭菜啊，这方面呢，洋葱啊，啊，有五种的荤菜，啊，不在经常讲啊，啊，叫咱袂使食，啊，为什么袂使食？啊，因为像像这种物件呢，食了后啊，会影响咱的心理，心会袂清净，会有烦恼，啊，譬如讲呢，像像这个啊，食这个酸辣啦，啊，大蒜啦、啊。啊，吃这个葱蒜这一类的，那么你若吃伤多哈，生食会发脾气啊。那么那猪食来吃呢，会增加荷尔蒙啊，引起性冲动啊，所以常常这呢会禁忌啊，叫咱袂使吃，就是呢会影响咱的心啊，会使心嘛袂清净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啊用这物件呢来做佐料，啊，参像猪菜时呢，掺一挂这个啊肠啊啦、酸啊啦，哎，做佐料，
啊，来配菜，来煮菜，哎，这个素菜煮起来就较好食，较有味啊。啊，那么参像这种的来煮菜用的，这就未起作用，这个就不犯。啊，所以爱怎样讲呢？啊，以这个物件哈，什么时阵用啊，不会引起作用。甚至呢，动作也要来用，嘛未起作用，啊，嘛未犯。啊，所以这点呢，咱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白。啊，那么这就是属于呢这个五戒啊。那么这五戒呢，佮加上啊啊，咱头前都啊讲过啊，这个口业内底呢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啊，这是口业啊，四条啊。佮加上呢，意业内底不贪、不嗔、不痴啊，安尼加起来叫做十条，叫十善业。所以这十善呢，就是咱上好的朋友。所以《地藏经》里面讲个十善好友啊，对咱上界有帮助的好朋友，就是十善。所以十善就是佛法的根本啊。那么十恶呢，反过来就是十恶嘛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十恶呢是害咱上界忝的啊。但是咱一般人呢，上界意十恶。啊，最喜欢跟十二交朋友，啊，那就麻烦了。啊，所以十二啊，实在讲啊，是冤家啦。啊，所以基本跟他们讲十二冤家啦，十善是后友啊，是最好的朋友啊。啊，所以要怎样讲呢？下面是真正朋友啊，下面是要害你的啊，恶友啊，你要分得清楚。啊，所以这是属于啊，这个五戒十善。那么这个。